签名，请签名。等下来，帮我签这里。哦，我签这里。我要说，国民党终结国民党的始作俑者是马英九，终结者是朱立伦。而能够唯一救国救民的只有郭台铭是英雄。郭台铭加油，谢谢，加油，不要被我这个也签下了，郭董，谢谢。你很聪明啊，说了耶，Kiki， 感谢。